大家平安，这个影片主要要来给大家介绍要来加入咱双联赖 OA。 好，那首先咱是一个赖的软体，来到主页这个所在，咱是一个主页顶端才有一个所在搜寻，咱可以直接在搜寻这里输入双联教会。在下面官方账号这里，咱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教会，点一下来，这就一个加入好友，甲试落去，试一下聊天，伊就一个欢迎的画面，来到这了呢，咱甲退出，退出了，咱就来到聊天这个所在，顶端就咱双联教会聊天的记录，甲试一条，甲试一条，差不多两三秒钟，伊会出现一个选单，甲选定，甲试一下，伊就会永远伫个顶端。以上简单甲大家介绍，谢谢。